那你吃不吃蛋糕？晚上，太阳火辣辣。今天，烧鸡过生日，就渣渣会记得，都忘了。嗯，你们还说渣渣会不好呢，就他给记着。我回去东西没有了，怎么？啥东西？电话给哪里电？油没有了，这个油。哎，你准备咋给烧鸡过呢？哎，会。随便吧，咋过了？等我出去再说。你随便，人家随便给你生个儿子，你都随便给人过生日。着急想要啥？啥也不要。啥事？该让他睡觉吧，困了，还开着窗户呢。那窗帘拉上吧，都多冷啊。搁地下室。嗯，你要是在国内，你这坐月子的时候开着窗户这么吹，事儿大了。种的豆角。已经这么长了，蔬菜种的非常好，过几天就可以吃蔬菜。黄瓜已经有花了，估计再有十天半个月就能吃黄瓜了。老高为了给烧鸡庆生，生儿子，烧鸡还生日，双喜临门呢。你去菜市场买点食材。看老高这两天累的，推车都推不动了。加油！我这摩托车买的实在是太重了。坐上加油啊！马上就到菜市场，老城区就这个地方要熟，跟这儿来。老高。前菜有没有？你家有。一会儿，好，马上，好，一会儿。这中国话说的越来越好。太热闹，没有停车位。来了。嗯，出不来了。这是高哥御用的。家里面的，家里面的。指定采购单位。啊，一会儿，一会儿，啊。拿点香菜，还有那个芹菜。这个。不带劲了，快点吃完了，你看这个。一样的。哦，一个鲤鱼，一个草鱼啊。多了又多干。几公斤？我看不清。二点二斤。刮了以后 ，OK 了就 ，OK 了。买菜就在他家，中文说的相当好。太多了。一点点。啊，行。拿新鲜的。好的。下雨了。买点水。今天吃素。像是那个芋头之类的吧，价算200泥币。对，你说压半天，他也不是。Old gifts。给你找点。嗯。咦，眼睛玩坏了，玩手机。他说要炒这个，让他炒。看他怎么炒吧。我们炒鸡不认识他熟的。这几个搞个四川的那个叫什么鱼？你看看家常鱼。家常鱼。麻点辣点。麻点，你没有麻点，这个花椒也没有味儿。哎，这样的花椒，有没有花椒了？有。啊？有昨天还是那就不麻了，光辣。你没花椒有它这个水电，这不像四川的花椒这么多。
有一次我在江苏买了一包，是在那个宜宾开了个中国超市，在医院里面一点，那个花椒好，250人民币这么一丢丢，这个、做两顿鱼就没有了。做两顿。把这个辣椒、胡椒、胡辣椒。还能干啥？再加一个米粉啊。生滚粥。他们都吃了的。应该这差不多吧，上来以后我点的菜也该差不多了。嗯，今晚上就当是为高哥顺便是庆祝这个小高兴了吧。嗯，这么多天他也没有吃过一餐好的，庆祝一下。吃的不错了，每天就汤。没有他一个人吃饭的，他是孤单嘛。你这个人就笨，他一个人吃饭，跟你两老在这里吃出什么味道呢？我俩喝了龙肉都没有味道。我俩喝了两天汤。那不就是啊。猪蹄汤，好像我看到冰箱了。看下面的，你跟他像中国媳妇儿一样，操持，太好了，非常感谢啊，你跟他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那就是还是需要客气呗。喂，我喝这果汁，我就是半杯，兑水。有俩菜，有那么节约吗？不是甜，太甜了，这个跟节约没关系。这个主要是怎么呢？加了麻辣籽，那个辣的。加麻了，它是。其实那个鱼是不辣。加麻是不一样的。嗯。花椒。嗯。米格娜，学一下小，你老公是怎么喝酒的？学习一下。小刀，君可必尔是怎么样子？你学一下。可以吗？他请了。哎呀，你不学了？这晚上在那里学的真的是，哎呀，有模有样。小鸡没睡。蛋糕。18的那个。还有18的那个。18寸。数字啊，18岁。小刀，小刀1岁。小鸡怎么？小鸡那永远18。哎，对吧？啊。20，不要永远18，一直拿不到钱。休息了。带这个回来的。我带了李哥，我给老高带了一瓶。群众里面那个坏人，好喝。里面有坏人，喝，来，我不喝，我尝尝。不喝，我说啊，这个是烧鸡娜的尼泊尔名字，看清楚。Happy birthday， 上面是英文啊，这个是烧鸡娜，可以跟网友也看一下。烧鸡娜是尼泊尔文，没有看解释。高哥看一下，10岁的话是叫什么？天狗。Yeah. Oh no. 你先让他喝呀，是吧？尝尝尼泊尔的可乐。Masala cook. 你看你讨厌。Masala cook. Ramla, Ramla. 好喝。还是尼泊尔人喜欢喝的。哎呦我天哪！那也没办法，还是尼泊尔人。尼泊尔喝牌了，鸡哥尝一口。Good one. 嗯。No good.good good 一样了就是他们那个什么香马后香嘛，玛莎拉加小茴香，对，加辣椒粉，好难喝，好难喝。小刀那些都打了棒子，嗯，没得唱。哎呦天了不起，我三天没出来，我是要发了，喝了三天了，我喝了一口，人家脱了多少人喝了三天，你知道？就我们泥沙船多少？谁过来抿一口放着？猪八戒，上去喝一口好了。上去，主角来了，主角来了。上去，上去哪？一个，我这，来这边，给这个烧，这个烧去。有三斤呢，你不得那么啊？嗯。他点了，让他点吧。三斤那点。今天装的是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许的啥月了，赵姐，明天再生一个，生五个，赵姐是不是生五个？许大哥，错了，托马的，托马不是托马的 baby。 你来，赵姐。他是为你，为他的习俗，但你给他脸上抹一点是他们的习俗。整个把蛋糕扣脸上。不用扣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对。好好好，嗯，不会。
那他切一刀就行，我来切。嗯，切一刀就行，烧鸡。啊，一刀就可以。来一下就行。哎，我感觉帮烧鸡切肉，你烧鸡明天我叫你鸡鸡了，好不好？鸡鸡。哈哈哈哈哈！从明天开始，我叫老板，不叫烧鸡了，直接叫老板。嗯，哎，叫孩儿妈当家的。烧鸡 boss。boss。好，啊，来，来切一块啊，这个烧鸡，烧鸡没有，烧鸡是不是 boss？ 高哥，今年这个生日呢，跟去年不一样，今年刚刚生小孩子，没有那么样的个庆祝。他今年是谢谢烧鸡，没有办法。哎，去年好像米莎也在，米莎，也是独队是昨天，去年是怎么讲 ？Thank you。去年是怎么讲？好甜。烧鸡那个这个 Sam last year 今年如意，如意 last year birthday 又去年是不是如意？嗯。哎啊，我帮他给，我的。去年还陪 boss lucky hotel。嗯。Go birthday， 烧鸡蛋 Go birthday， 嗯 ，same， 好的，好的，啊，好的。都有卖50块钱都有了吗？这个才八千五吧？多少？不要，正负厘米，正负一加五。这家买个这么小一点的吧，签了一遍。你买不对，我买的是本地人去买的那个叫松拉 Bakery， 在这里开了30年。是那个，就是桥那块吗？我们买鸡，桥那家嘛，桥那边不是，还没到桥，我们买鸡左转那进去那个叫松大 Bakery， 开了30多年了。嗯，麻烦。